TFBOYS 王俊凯人气超高，虽然拥有7000多万粉丝追随，但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队长可是个小迷弟，从出道前就疯狂崇拜周杰伦。身为铁粉的王俊凯为了替偶像应援，15日一抵达台湾，立马带着饮料飞奔去探周杰伦的班。久没更新的社群更为了偶像发行动态，开心晒出合照。这幸福的奶茶工被偶像搭着肩膀时完成各种害羞腼腆，充分展现小粉丝紧张的模样。谁料周杰伦不只是跟王俊凯合照，16日还发现实动态，谢谢小凯的饮料哦，哥带你出去玩吧。随后又追踪了他的账号。王俊凯在成功得到偶像关注后，似乎是嗨翻了，立刻发文连打14个哈，还附上大量咧嘴笑的表情符号，兴奋到语无伦次。又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追星故事啊！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